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此人多怪你，好久没见李易峰，有点久吧？爹爹，上一期爹爹刚出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爹爹李易峰。来给大家送上祝福，祝大家在2015身体健康，洋洋得意，国色生香。来，从我们李易峰先开始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站在话有点多，然后说话老是没重点的张智尧的旁边的李易峰。下来那个群众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谢谢，我是李易峰，在《栀子花开》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丑陋，我是第一次带着电影来上快乐大本营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有一位呢，就是最近这段时间频繁的来到快乐大本营，但我们也不烦他的李易峰，欢迎光临。这是快乐大本营18岁生日快乐，先来给大家打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易峰。好，下面是我们峰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峰，在《诛仙青云志》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张小凡，同样也是鬼帝。我是这艘游轮上面的老手，老手。我第二次上来，对，你之前上的是不是6月29号的那一艘船？那一艘命运号，是不是？叫什么来着？命运世界。6月29号，好玩，热情，有校园时期的感觉吗？哎，我一下就觉得我也是02年了。